当时我们买那些配套的切布的回来，现在能更好切一点。他应该用的480来着。因为切布的客户基本上都那么多年都没超过几个。来给我拍一下效果。来，我给你转开。嗯，然后一层一层拿出来看一下。哎，还一层呢。这不是吗？啊、哦。啊、其实我觉得切了好几层，因为那张纸也是一层哦。那当然，你上面这一层纸压住它风，不让它跑嘛。